穿情侣装呢，其他拢穿红色的。我这是地瓜红。啊，我这也毛地瓜。你是大红。我是地瓜红，我给它加大红、哦，所以我比你红，对不对？今天你准备的材料也是红的呢。对啊。因为煮虾虾呢。哦，我最喜欢吃虾。可是等一下呢，有没有人愿意帮我服务剥虾？其实种。这你也是半背背就开啊！哎呦，你是讲你不愿意给他剥虾的？没有，然后你要给我剥虾不？啊，来，我等下就给他吃你好，伊不爱呢，不爱，那咱再买有吃。好，伊不爱我吃，安尼好了哈。OK， 总共六尾呢。安尼好，所以讲，金能沙洗，金能沙洗锅辣，好 ，OK， 刚好 ，OK， 你没有哈，因为不爱给他剥虾，我就多吃一次好。来，今仔日吼，咱的阿良师要来准备什么呢？迄落好吃的料理。这道菜吼，伫饭店也是伫餐厅吼，拢是热门的店的菜。最近发现就讲来去用请无，比如讲人诶迄个婚宴喜宴啊，都会有这一道，尤其是那种这大迄、那个大饭店。对啊。然后我觉得你看咱平常时伫迄普通诶迄个啥物，就是迄爱有甲迄个师傅讲，伊才会做这道料理，无通常炒起拢安怎？沙沙的你啊，对不对？伊无附带价值，是不是？算讲伊干虾啊，都沙沙煮煮。沙沙的你啊，问沙啦，问白船的。啊，这咱搁起来搁有面好食啊。可是我今天看到你拿的冬粉是细的。对啊。但是大餐厅做偌办的呢？啊，也叫河粉啊。哦，河粉。哎呀，河粉伊较甜啊。哦。啊，冬粉较嫩。哎呀，咱今仔做粉丝煲，啊就粉丝煲。哦，赞！我跟你讲，但我所以我在减肥哈。但是我今天告诉我自己，今天不减了，明天再减。哎，你从来没有减过肥，对不对？为什么一碗下去不会？好啦，今天咱今日今日咱今日菜式的这个料理方式吼，来两三个讲。这样菜吼，里面准备加足侪足麻烦的物件，吼，伊都要豆糖粉，糖粉你得给泡过水，哦，泡水，嘿，高山茶提香，高山茶，啊，老姜末，老姜，啊，蒜头，蒜头，然后辣椒，辣椒。啊，虾啊，甲真贵呢。啊，虾啊是爱用啥物粉来过？太白粉就好啦。啊，中间我看你敢有留刀咯？你骨内中有留刀吼？你有骨吼？有迄个排油，迄个挂。你也不爱买啥，因为吼，咱炖焖煮的遐伊就入味啊。哦。焖煮入味，啊是讲哦，锅背后开吼，你唔免用手去掰虾啊。哦，你若煮好起来，用滴掰就起来。梁健，我今天愿意播，因为多吃一只，我都有讲，我愿意播哈。来，阿金妈开始来准备，刚才爱搞你生活，哎，你爱生活，生活，哎，给你，要给你添加茶，添加茶，生活。好，来，咱用的是欧麻油，欧麻油，哦，这欧麻油赞的，你知不？性格白，你敢知？因为吼，麻油啊，好歹吼。倒来老卵老黑板，另外老黑板，比较纯一点。安尼恁爱去家讲吼，啊，迄买麻油就是安那倒过个老过老黑板就对啦。老黑板，伊个西式吼，伊米混合麻油。哦，安尼迄间吼无健康，对吧？它是混合条，也不是讲较无健康啦。较无。是讲伊味吼较无较重。较无较香吼。即马咱敢那是咧类似做三杯的前奏，对吧？对对对，啊，咱即马互伊。入香嘿，不要胖。哇，那哪只青的得？哦，啊，迄块蒜头面哦。迄等下咱做迄里遐落，不要胖。不要胖，对。是。咱大部分只下落。啊，坑你去内底。有啊，啊，遐咱煎好甲摆起。哈，甲坑你去哦。嘿。真个假？对啦，啊，等下这煮开无吼，咱甲料灌起哩。你是头刚减料哟？无啦，这用心。所以讲，做大菜唔免介麻烦呐。你看，足简单的啊！爱别个什么程度？你若要让伊食较到底的吼，就包括 QQ。QQ？ 啊，你若准讲这个刚要食的提香的吼，安尼就使。嗯嗯。因为姜吼，有人爱食姜啊。嗯。哦，那个加点盐哥，啊，你要加蚝油咪使。哦。当然，性格白嘛较赞啦，哈。性格白，无迄个化学的，内底无人工色素，啊嘛无防腐剂。来哟、哦，五、哦、香香的。好，我们那个加一大匙的。哦，沙爹呢？赞哦，这嘛爱先炒过哦。嗯。啊，炒过的原理是啥？因为炒过伊内底吼，咧做沙爹的人吼，伊无可能照古法用油伫遐硬炒，伊绝对是。
所有胖了的油渐渐的滚，冲油倒落去，拌拌的，冲的拌拌的，伊就转转罐。啊，所以它没有香味。嘿，对啊，这是算互你调和，是，互你用安尼。啊，个人加水。安尼哦，那遐简单。阿妈，你有记起来无啦？你有把那程序记起来无？啊，这是等下要去焖的吗？那些酱汁寿司。咱等下就落来这内底煮。哦。哦，你这吼水吼，啊，互伊伫即个七八分。哦。啊，煮开伊当分的味了。但是你慢些吃，你搁砍的了五分钟，规个拢涨开。安尼。它的物件就较侪啊。啊，伊就会吸收这些汤汁，对不对？对对对。哦，赞。啊，干要搁淋什么调味料？哎。哎，搁调。啊，你即马这重点你是记哩，你有下导游哥伊。导游哥加迄种迄个沙丁。盐就爱较少。对，啊，无你煮开，伤咸，嘿，对，会安尼，会产生安尼。啊，咱调味是用啥物？嘿，柴粉。哦，柴粉。哦。汤加综合。我就爱迄种诶，蒜，迄个啥物沙茶的味道。我也去食一个火锅有无吼？迄沙茶酱拢爱温两碗。温两碗。其实根本就是去遐食沙茶酱，根本就是爱食火锅。因为沙茶酱拢是一边鱼、虾米、啊、花生对不对？嘿，落去拍糊。哦，拍糊了，你掀开遐油冲了，安尼哦，嗯，它就变成沙茶了。真的、哦、这么简单，滚了哎！滚，你今晚晒下咖了。可以倒进去了吗？现在这样可以倒进去了哦。Oh my god 的，哦，酱酱好哎！好，好，按个遐滚。啊？这样你简单？对啊，按遐滚，加蒜茶，时间半。都这么简单哦、喔！对啊！天哪、啊，这么简单！阿咱是要甲砍瓜子，阿咱等下滚较长。对啊，对吧？哎呀，阿那就简单了，咱可以，因为这个时间吼、喔，去上个厕所，差不多要偌久？这头三四分了。三分，三四分，爱记得要等下洗手哦、喔。继续看咱的这个阿龙赛，要咱来坐后边后座，马上回来。香味起来了。你我感觉都有听到声，应该滚啊吼，有香味，够滚的声音。哦，你也是开咖。呜呼，哦，好香哦 ，My God 的。我这加起，我加起了。嗯，天哪，那靠有台味了，加这高正常叫台味。是，嗯，咱台湾人的味道对。对，嗯。啊了，嘿，砍开了。啊，然后这样熄火五分钟。嘿，啊，你也准备伫厝内底做安尼吼，你要上菜啦，要过较芳的吼，绍兴酒啊是。绍兴的。嘿。领导有甚物藏过期的，迄个水去。藏过，人讲愈酒是愈藏愈芳的，哪有咧过期的酒你来拜？因为是讲，因为我有看伫你铺去领导，迄酒拢过期的，要再来品看嘛。你知我煮的酒诶，迄过期一歹去。我根本藏个歹。啊，无可能起了你只人。啊，这你来水边啊，哇，这个很香。因为是解酒呢，无好通啊，藏啊过期啊，好瘾头。啊，你是来个单口粉？哎，起码得在上菜啊！真的吗？啊、好吧，那我们就上咯。所以讲这料理讲困难不困难？我就简单的好不？对啊。人客啊，你拿起来不？那叫你简单。哎、欸，其实我跟你讲，你这样子客人又喜欢看，他说很简单。简单明了啊。对。咱有加出重点。而且重要是吼、啊，你的食材还有地方买。对啊。今天感谢咱阿勇师来准备这么多家料理嘛，叫你简单，叫你方便。你把那今天奥吉拜美食天地你我他再次收看咱阿勇师到底有没有喝家料理哦？下次见了，拜拜。谢谢。